你知道911换一整套的刹车莱茵片要多少钱吗？在我身后的是一台991.1世代的 C2S， 那它用的呢是前六活塞配340的盘，后面是对视配330的盘。那如果是拿原厂料号的零件在外厂更换的话，一套大概要55000多块。那像这一台今天换的是 OEM 品牌的欧力碟盘，配上 Li-Type 的莱茵片，那前后这样换下来一套是44000块含工，其实比我想象中还要便宜，因为像我自己的 BMW 小车换一套大概也接近30000块左右。那你觉得这样换一套是比你的车贵还是比你的车便宜？